今天中午心血来潮的做了一个这个土豆沙拉，低卡的那个酱最近特别馋雪糕，然后雪糕的热量普遍来说还是非常高的，这个又健康它又解馋，先把它放在旁边稍微挤一挤。豆腐泥跟外面买的肯定味道不是那么的一样，因为它那个全脂酱那肯定是好吃的呀。蛋黄和蛋白分开揉碎，就蛋黄跟这个土豆泥混在一起，然后整个这个沙拉上放黑椒应该也很好吃。那我们来尝一口这个吧，就纯纯的酸奶味，它挤出来了，吃起来比较方便，就像雪糕，它没有冰淇淋那种滑滑的口感，但是照样很好吃，超好吃，就是像酸奶冰沙那个感觉，怎么这么好吃？